OK， 冇嘢冇嘢 ，OK。咁啊，好开心啊！今日又跟随阿杨生嘅脚步，又嚟到龙华酒店。咁今日做咩呢？今日系接受我哋全香港最大型嘅电视台 View TV 嘅一个采访啦，一个独家专访。咁啊，即系谂住做呢个节目，就系佢会到时啦，我会去负责讲解一下啊龙华酒店嘅各项名菜嘅一啲嘅歷史的來源啦，點解會有那道餸啦？咁就好感謝 View TV 啊高層啦、老細啦、阿花姐啦、阿 Miwa 啦、姜圖啦、寶琪啦，多謝你哋先。咁啊，我睇過呢頭係啦，係啦，係你哥府嘛？係咁啊，多謝你哋每一位 View TV 嘅同事啦。啊，我會加油嘅。嚟緊我，既然我覺得自己即將會成為 Miwa 嘅第十三子，我就更加會加把勁努力，唔會丟我師兄嘅架。咁啊，係啦，好開心啦！即係真係再一次多謝楊生先。啊，多謝士頭婆，多謝每一位啊，一直以嚟都即係默默支持我嘅朋友咯。多謝每一位，多謝阿 JJ 啦，多謝阿雪啦，多謝阿黃子華啦，啊！多謝劉德華啦，咁啊，多謝你哋，放心啦，我一定會加油嘅。咁就係啦，再一次喺度預告，逢星期五六日夜晚六點至九點半，我將會喺龍華酒店呢度駐唱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叫曬你親朋戚友搞旺個場啦，支持我好冇？多謝。